欢迎大家，大家早上好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直门三太子，可爱帅气的小萌男，刺猬哥的比心兔兔。刺猬哥早上好，胖轩早上好，啊，换位置了啊。贪吃哥的亲吻，亲到小萌男了，小可爱的亲吻。小可爱的亲吻，贪吃哥的亲吻，都亲到我们帅气的小萌兰了啊！哎，小萌兰这回头看什么呢？刚刚定住了啊！又回头看看啊！你看看白白净净，多么的帅气！奶萌奶萌的小宝宝，萌哥早上好啊！静哥早上好，美好哥早上好，看萌兰几点去排队呀？七点之前啊！因为现在暑期人比较多，团比较多，七点之前来排队。哥们儿的亲吻啊！哎，看看我们小萌来上这儿找什么呢？来这儿找一找啊！云哥早上好。我们小萌来传成个小球似的啊，坐在这儿，然后看着这个妹妹那边啊，边看着妹妹那边边吃。太可爱了，给姨们一个小背身啊，肉肉的啊，背影杀啊。欢迎大家。哎，你看小萌兰后背像不像就是那种大侠似的背了一把剑，然后应该上边再给他戴个那个小帽子啊，就那什么什么就说的那个寒江孤影什么的那个，像不像背了一把剑？这小背影应该再给我们戴一个小斗笠的那个小帽子，仗剑走天涯。对，小萌兰仗剑走天涯。还行，哎，稍等啊。看看啊，我们去找奶妈了，扒一下奶妈的门儿。今天是奶妈照顾小萌兰啊！今天是奶妈，你看看我们往这一坐啊，人力人气的小手扒着这个门啊，太可爱了。好，时间到那个咱们接力啊，咱们继续接力啊。什么声儿不清楚啊？可能萌兰也在听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好，往左边转一点点啊。哎，没有，他没往左走了，跟着转啊，跟着转动啊。萌兰过来了，萌兰再往过走。萌兰要往过来巡场吗？还是要继续的吃点竹子啊？这个不知道。来了，下背劲儿，峰哥，下背劲儿，下背劲儿，然后那个把那个手机稍微放大一点啊。那个下背劲儿，然后把手机放大一点啊。好，然后放大一点，然后那个搬着手机往左走啊，往左走，往左走点，先往左走点啊。好，跟这个位置稳定住啊，稳定住啊，抬一点头，抬一点头，你举得太高了，抬一点头，哎，再抬一点，再抬一点，好，往右边转一次次啊，好，停，定住，往左转一点，往左转一点啊。好，停，小萌兰巡场啊，小萌兰巡场，不知道刚才那个是什么动静啊，反正小萌兰现在过来巡场了，过来闻闻这个小牌子啊，过来闻闻这个小牌子，过来看一看，现在萌兰扒在这个秋千上，哎呦，要坐上去了，萌兰要坐上去，哦，来扒这个小竹篮了啊，之前这个小竹篮里在生日的时候放满了鲜花，现在这个花也已经是都干了啊，
都干了，然后奶爸呀应该是给清走了。萌兰站在了秋千上晃动啊，在晃动这个秋千，哇，太可爱了。我的天，哎，又玩这个小蛋糕啊，蛋糕抱枕扶了一下，给蛋糕抱枕压趴了啊。又来闻闻这个小竹筒，这都是我们的生日礼物啊，这都是我们的生日礼物。欢迎阿兰大哥，哎，坐在这儿了，萌兰，哇，坐在这儿了，要玩这个竹筒，玩这个竹筒啊，看看啊，在溜达，在溜达，在溜达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萌兰过来了，好，跟着往右边走两步啊，跟着往右边走两步。走过这个白柱子啊，走过这个白柱子，往过走，跟着走，跟着走，往右走，往右走，往右走，它在右边，你现在镜头没照着，对，往右边走一点，再走，再走，再走，再往右，好，好，好，跟这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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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天，本来又爬到这个矮树，哎呦，都滑了，滑了一下，出溜了。栽一下啊，小萌兰，栽了一下，熊有尸体啊，啊，熊有尸长啊，马有尸体，熊有尸长啊。欢迎陈吉哥，欢迎大高妹，那脚滑了，脚滑了，栽一下。啊，来看一看啊，这边看一看。哦，要去抱着轮胎玩，往右边往左边都去走，躲开这个白柱子，躲开这个白柱子，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架子稍微往下放一点，啊，不行不行，左边不行，得往右，把这架子往低降一点，把架子往低降一点，对对，降一点架子，把架子杵地上，啊，把架子杵地上，不用举着了，现在杵地上啊，好，现在可以再放大一点，现在可以再稍微放大一点。好，然后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，好，可以。我们在那个吊篮上蹦的啊，在吊篮上蹦的小萌兰。我们在吊篮上蹦的，欢迎喵喵。在扒啊，小萌兰，在扒。哦，默默哥亲吻小萌兰，猫宁亲吻小萌兰。猪猪侠66元机票啊，在扒楞盆吗，萌兰？扒楞小盆吗？哈尼哥为你举牌，萌兰最帅气。欢迎月亮盒。萌兰在继续的扒着铁窗啊，看着妹妹那边。还没有回啊，萌兰，经过了小洞口。哎，把盆拿起来了，萌兰，把盆拿起来，刚才就是扒楞盆呢，葫芦盆呢，听框的，小萌兰听框的葫芦盆呢，搓盆呢，打碟。这是不是拿盆里面敲门啊？萌兰打碟啊？我感觉他拿盆里面敲门。拿盆。
小萌兰打碟要走回来了啊，要来看看铁窗这边啊，跑两步，快跑，快跑两步。还在，还在敲门，应该是还没打扫完啊，应该是还没有打扫完那时候。敲门了，敲门了，咱们慢慢明显的敲。小门，哎，好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啊。打开了啊。